看看新闻网。近日，港星郑嘉颖被拍到在某夜店和女子亲热，画面中郑嘉颖和一位身材较好的女孩举止亲密，动作大胆。身为圈中的钻石王老五，现年45岁的郑嘉颖出道至今绯闻从未间断过，不过她始终保持缄默。而近日在出席活动时，郑嘉颖坦言老大不小，有意结婚了，这时亲密照曝光，看来跟佘诗曼复合一事是一定没戏了。但结婚对象是不是这位拥吻对象，还等郑嘉颖自己来揭秘。娱乐新天地综合报道。